我们这块属于 C 区，我们房间有20个人，门口有医生，这就是今天做操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可以看电视。这个前面这个 A5 的房间就是昨天被拍到跳那个很嗨的那个操的房间，然后今天就火了。这里有图书角，还有吃饭的桌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地方。每个房间门口都有饮水机，还有微波炉、电暖气。我们这里的医护人员都是安徽过来的，还有中日友好医院的、北京的，还有甘肃的。这边就是他们医生的工作区域，这里是办入住的时候就在这里啊。然后这一块也是，这属于中心的广场了，这个也是可以看电视的地方。其实都差不多的，每隔一块地方就会有一个电视机啊。那个前方就是出口，这里有很多吃的，当时刚进来的时候有很多泡面还有酸奶，然后现在只剩下了成堆的酸酸乳。哦，当时还有那个方便火锅，我还拿了一个火锅。出口外面就是厕所和洗澡、洗漱的地方，我就不出去了。